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的4月26号的晚上，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昨天我在这个马六甲啊，我就收到了我们频道的一位的观众的那个 complaint 啊，一位观众的投诉啊，然后今天我回来吉隆坡呢。那我觉得呢，这个 complaint 跟这个投诉呢，我必须拿来讲一下，非常非常严厉的那个 complaint。OK，是这样子的，那个我是突然间收到这个女生不错，写得很不错非常好所以大马的女生呢，年轻的女生呢，应该多多关心政治，这是很好的。OK，其实她跟我 complaint 什么东西呢？complaint 变成那个中东腔，哎呀，不要这样讲他了啊！他跟我同姓的，但是他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中东腔，绝对绝对不是我的亲戚啊！绝对绝对没有亲戚关系的他是我亲戚就糟糕了咯。OK，好了，他是说啊，这个反对党啊，现在的反对党啊，哎呦我看我表演一下，我们看那个英文戏，Absolutely disappointed。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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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失望。好了，其实呢，11月19号呢，大家投了这支票呢，得到一个反效果，知道吗？得到一个可能以后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效果呢，就是呢，给马来西亚带来呢，历史上马来西亚创国以来60多年以来史上最糟糕、最差、最没用、最无能、最疯狂的反对党以前的马来西亚呢，我们都活在呢反对党呢很好的那个年代，哎，大家通通支持反对党嘛。我觉得你们会看我的那个频道的，大家都支持反对党的嘛。以前公正党啊、火箭啊、诚信党那个一党，那回教党也曾经是反对党大家都曾经支持过他们呐。但是现在的这个反对党的 quality 呢，哇啦喂，真的是真的是 low 到无话可说真的是马来西亚，我们这样不习惯就在这里60多年来没有看过这个 quality 这么 low 的那个反对党所以刚好呢，安华的这个秘书呢，他也来讲，哈了嘛，这次反对党呢生病了，病到不轻要不要有人来帮助他们一下？我们来看一点点的这个新闻啊。雪兰莪苏丹呢，当时呢就拿了一幅画，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讲国会里面呢，他那个画家画的画呢，那个国会议员呢都是嘎达蒙耶还有什么奥兰嘎达蒙耶那幅画画出来，他那个画家可能是完蛋了但是呢，雪兰莪苏丹呢跟他买下来苏丹买了呢，没人敢讲哦其实呢。我当时的那个后门政府的国会呢，就是这样子啦。嘎达达蒙耶吗？都是马戏团吗？都是搞这些东西吗？所以现在这一群人呢，刚刚好就是现在这一群反对党的这一群那个国门的这一群人那么最新他们讲什么知道吗？最新呢批评呢那个开斋节开放门户人家。联邦政府呢，要在6个州呢举办那个 open house 那个开斋节 open house，他们在那边大肆批评这个，惹到那个安华的秘书呢，哇，他讲说这个反对党就是有问题了啦。那个其实前面批评很多次了华人的那个党呢，那个马赛克，我不想打那么大的马赛克，所以我不犯了。那个华人那个马赛克党也有批评那么这个 Taki Uddin 呢是反对党党鞭嘛，那个他们的党鞭也来批评他说现在用的字眼呢更梗政府绑架开斋节马来西亚的开斋节被团结政府拿来绑架去了哇，我人生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有创意有创意。差是差，但是这个 creativity、innovative and creative tools 开斋节可以拿来绑架的，给他说怎么挑战州政府的形象和尊严就是拿这个节日来，哎呦，这个呢真的是这些人呢，他真的是着迷疯狂
疯狂到极致，人家哈利来呀，大家 happy happy 吗？你不要管什么政治立场啊，那个新年的时候呢，哈利来呀的时候呢，第八瓦利的时候呢，没有讲政治立场的，人家过年过节，大家 happy happy 啊，那个 happy 完了之后啊，回到公司上班啊，那个时候才来，那个是 business 啊，business。And your lifestyle, you have to make it make clarify. 你一定要澄清楚嘛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什么不可以这样子吗？混在一起的吗？所以你看，安华秘书很早出来讲话，就是讲的话痨诶，这个他们是生病得什么病得什么病这样严重啊？我跟你讲他们真的是病到不轻，知道吗？然后这里就提醒你们这个 open house 呢，你们就来参加就对了啦。你们不可以，这个 open house 拿来讲这一点呢，我跟你讲呢，马来人看见了，看见了，非常非常的失望那么这一个比较小的马赛克，我还可以打得上去马赛克打架呢，又来了，又叫大家去，又叫政府呢去拿 account one，叫人家把 account one 的那个钱呢拿出来。哎呀！可以不可以放过这个公积金啊？可以不可以放过这个东西呀？所以呢，你看他们这一群呢，就是从一开始不明白什么叫公积金他遇到那个大灾难、世纪大病毒呢，他叫人民去拿公积金可以啦，但那当时真的是情况很危急大家真的是那时候，但是那个过了嘛，过了，现在没有世界末日嘛，世界末日没有发生嘛，那你就不要再。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不如把这个整个 EPF 关掉算了，是不是？然后呢，最新的那个梦想呢，就是说，他说舍兰诺有20%的非马来人支持就是马赛克党呢会拿到呢20%的华人票，就是说在舍兰诺雪州有20%的华人呢会把票投给。我们的马赛克党，或者是我们的伊斯兰党，pass OK 没关系梦想任何人都有发梦的权利那么总算当然有讲人话，但他们讲人话呢我当然要表扬一下啦。所以放心啦，我们这位女性观众现在这个老二呢也总算讲了人话了所以光 Ibrahim 讲呢，他说。周损，人家讲说你们来来去去就三阿咯，就会三阿罢了咯。他说没有啦，现在的国门呢，专注解决生活成本问题，所以讲呢这个一党的老二呢讲了他们要解决呢生活成本的问题，他不再拿三阿课题来讲，所以大家记得他讲的这句话三天两天吉娜加哈，三天两天巴勒东山三天两天那个吉娜玛亚盖亚三天两天马来 m 玛亚 miskin 三天两天犹太人很坏，三天两天那个新加坡很坏，三天两天美国很坏，显不显我跟你讲你讲到美国多坏，你讲到犹太人多坏，你讲到新加坡多坏，你讲到华人多坏，但是你会进步吗？跟你有关系吗？给你骂到整个地球，给你骂到完了之后，你的薪水有没有增加1000块呀？一个月没有所以呢，这个三阿的东西不要再拿来玩了嘛。这个种族咯，再来就讲宗教咯。哎呦，所有的异教徒所有的那个其他的宗教通通来打压我们通通来逼迫我们通通来迫害我们是我们多惨哇，这个异教徒来怎样弄我们弄到现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任何一间清真寺给人弄过吗？有任何一个穆斯林给人家弄过吗？你们在马来西亚你们从马来西亚出生，你在60多岁的人、70多岁的人，你们有看过有任何的回教在马来西亚给人家弄过吗？没有，没有那个嘛，天天讲那个异教徒来弄我们异教徒打压我们真的是，他们要活在那个世界呢，给他们去活在那个世界了然后再来呢，要不尊重
那个皇室，然后不尊重马来统治者，不尊重这个阿贡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还是我们这位女性观众讲的蛮好的，做反对党呢，你们拜托做好一点点啊，拜托有 quality 一点点，拜托为人民讲话一点点。你们里面不是没有人才，知道吗？大概有定住 lawyer 嘛，也有那个女的医生嘛。啊，还有几个呢？啊，那个什么宗教师、哲学大师，咕噜咕噜啊，那些咕噜咕噜多少个啊？啊，拜托可以有一点点水准嘛？然后拜托呢，不要再拿任何三阿的东西来讲好吗？三阿呢不会给你选票的，啊，这个就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劝告啊。因为人家很清楚呢，三阿呢是不会增加人民的收入的，三阿呢可能呢只会减低人民的收入。你讲太多呢，那个外国的投资者不敢来哦，啊，天天骂日本不好啊，日本不来投资，看你还有工作做吗？啊，他天天在那边讲这些东西呢，啊，越讲呢荷包越缩水啊，所以所有人都知道，然后你不要现在最后你不要小看马来人，马来人的知识非常非常的高的。啊，马来人，你们有接触这些高端分子的？还有我跟你讲，我看很多马来人，马来人跟马来人讲英文的啊，最近已经有了马来人跟马来人讲话讲华语的啊，这些是高端马来人，很有知识的啊，我们未必讲得过他的啊。但如果这个反对党继续表演这么 low 的那个角色呢？啊，跟你讲呢，人家不接受的啊，这些高端马来人不接受你呢，啊，你怎么可能会赢呢？啊，然后呢，华人方面呢，你是烂到华人很反感哦。啊，你看以前的火箭呢，怎么讲怎么对哦，怎么讲怎么华人支持，怎么讲怎么都是支持的啊，没有人讲火箭不好的啦。那现在呢，这个马赛克党呢，怎么讲怎么给人笑，怎么讲人家，哎呦，我真的不明白啊，谁可以救他？上帝可以救他们吗？啊，还是要那个阿拉救他们啊？还是要那个阿弥陀佛来救一救马赛克党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在那里啊！啊，是不是？好了，我少讲那么一点点了啊！好了啊，希望呢反对党呢可以进步，可以改变啊！啊，不要再病得这样子不轻了啊！啊，讲多一点实际的东西，讲多一点 quality 的东西啊！马来西亚呢没有反对党呢，没有一个有水准的反对党呢，很闷呐，很闲呐。啊，是不是啊？长期以来对大马不好了，这个是事实。好了，我们暂时刷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